中国风脸基尼精致脸谱新款式。他们戴的是什么啊？这叫脸基尼。中国女人去海滩游泳都戴这个来防晒，一白遮三丑嘛。脸基尼发明者是青岛大妈张示范，2004年首度在市场上亮相，很快就席卷青岛海滩。但有的孩子看到单色面罩会心生恐惧，因此张大妈想办法改良，受到京剧启发，设计出新款的脸谱基尼。张大妈表示，她从来没有想过脸基尼会这么受欢迎，去年就卖出30000件。不过推特用户倒是批评的不给情面 ，Mark Edmonds Pillon 说：“我觉得脸基尼又怪又跳痛。” Shelly Mante 更直接表明，脸基尼整个就是大错特错。Tomo News 原创 LINE 贴图第二波开卖喽，快来下载吧！